喂，我王熙元看上你了。这大姐竟然要跟五王子告白，她性格虽然泼辣了些，但长得还是可以的哦。两个人也算是门当户对、金童玉女了，不知道这个五王子会如何作答呀？有好戏看喽！五殿下，其实，您乃王相之女，应知国子监乃男子读书之所，你乔装改扮，有反祖训，还不速速离去。吴殿下，臣女进来是有话要对您说。臣女第一次见到殿下就被殿下吸引。嗯，听够了没有？挑衅我的，胡闹！以后别再披散头发了，丢我的人。嘿，谢谢殿下，这簪子我明天还给你。嘿，不必了。可有伤着？那自然是没有了。你本会武功，以后在人前不必再遮掩。这家伙